大门现在到，站住，把鞋脱掉，别把地方搞脏了。你们出去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不是王师傅？对不起啊，是啊，王师傅他今天闹肚子，我是来替工的。 好了，是。请问力度合不合适呀？还好。其实我们中国的穴位按摩呢，真是博大精深。那我给你按完摩之后呢，我保证你今晚一定睡个好觉。你呢，是用嘴按摩还是用手按摩呀？对不起，用手按的。你有没有试过我们盲人最高境界的气功按摩啊？想不想试试啊？你有什么本事，你尽管拿出来。哦，等我先一功啊。你感没感觉到有一股热气呢？ 真的有股热气。你是谁？飞鹰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手上的夜光杯。 想到了，依我看，加点辣椒，加点盐，刺激它才行。你以为是炒菜啊？就是。我看这药加盐应该加水才对。加水那么淡，要刺激加酒吗？加酒好，支持你。白痴。孟非啊，你行走江湖那么多年，怎么也想不出办法？ 这只杯曾经落到日本人的手上，我想他们一定用过很多正常的方法，都得不到这只杯里边的秘密。不过我们可以试试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日本人一定不会用，而且也不敢用。哇！你疯了！烧了，烧了，秘密就解不开了。 这样做真的能解开叶鸿飞的秘密？这些乱七八糟的字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
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日照老榕诗画意，月映增辉显光芒。钟声洪亮敲战鼓，楼台内藏震东阳。